中文四年级，我姓佘，我叫佘巧杰，然后他是兽医二年级，叫叶嘉珍。那我们今天要带来的这首歌呢，其实是一首我们很喜欢的歌，然后因为其实这首歌网络上没有办法找到其他的录音版本，然后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喜欢的音乐，想要自己用自己的吉他做做看，就尝试的把这首歌编了出来，然后重新诠释它。那这首歌的歌词曾经深深的打动我，对，因为它的歌词，我自己那时候是因为刚失恋听到这首歌，所以听到这首歌特别有感触。那时候是我第一次觉得原来音乐是跟我有关系的，要不然原本我只是一个很喜欢乱吼乱叫、喜欢唱歌的人，但是那一次是我真的觉得我跟那个作词作曲者有了连结。所以在我毕业之前，我想说把这首歌可以唱给越多人听越好。对，那就请听我们这一首《普希金》。
永远。